哎，我们打威廉哈，打威廉的话，我们先死一次，死完了以后威廉的状态就重置了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给他上符了，否则的话，第一次进来的时候是没法给他上符的，他会躲开啊。所以说大家死一次，把自己的状态调整一下就行啊。然后就跟普通打法一样，平 A 几下放一个妖怪技啊，平 A 几下放一个妖怪技就把他打掉了。哎，这秘方好啊。 Cross the raging seas to reach this land. An English-speaking ninja. A warrior without a past. Then I met a Tanuki. With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on his shoulders. Finally, the war is at an end. I stand ready to battle demons. I stand as a samurai. I leave the two of you to it. Hey, 我们大概知道了，就是一代的主角哈，威廉。威廉从英国上岸了以后，到平等院把我们唤醒了。我们原先在平等院用自己的身体封印过新居室，也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封印哈。 本当に起きるとはね。で、無名跑过来又跟我们说话了。あなたが目覚め、あいつは解き放たれた。また誰かに取り付く前に何とかしないと。さっきの男、
天海が言うには敵ではないみたい。さあ、後追いましょう。さっきの男。一会儿大家会看一下这个时间，你就会发现，哇的天哪，这个时间跨度有点问题呀、啊！一会儿咱们一起看看，剧情告诉咱们是哪一天。啊，在这里有没有选择任务直接进去啊？再会できて何よりだけど、喜ぶのは後回しね。藤吉郎が倒れて平和になるどころか、起こったのは大きな戦ばっかり。関ヶ原や大阪の陣、それに勝った徳川が今や世を治めてる。その徳川に力を貸したってのが、あの異国の男、ウィリアム。彼がここに来たのは、ある女を追ってのことらしいわ。起きてすぐのところ悪いけど、急いで後を追いましょう。大家可以看一看啊，我们大概上一次是庆长二年，现在是到了元和二年，已经十多年之后了。好，我们在这儿，拜一下，然后这里边所有的内容我们就不怎么打了。这边还是有很多地方是需要我们破的啊，但是我们就不再破了，没什么必要了。也没有什么好东西，我们直接从这儿跑，从这个梯子上去。我相信玩到最后，大家都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。哎呀，赶快去打一下最终 BOSS， 看看最终 BOSS 是什么样子的啊！这里有一个封路的，哎，我们要把这个封路的打掉。这边还是要打一下的啊。好，我们把它处决掉。继续往上走，啊对了，如果大家把所有的长按都打完了以后是有一个奖杯的，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啊，如果你想要获得奖杯，那你不要像我这样跑过来，需要一个一个的打掉啊，把所有的长按都消灭掉才行，因为我们这个攻略并不是一个奖杯攻略，所以说我就不说这细节了。哎，把这个敌人打掉，然后上面的话就要进入长按了，在这等等人，等等队友，一个队友来了停，然后给我们上好符文。接下来这里面会有一个压天狗从天而降啊，直接下来了，下来过来打他，然后该放技能放技能，哎，把这压天狗打掉，再打这孤魂鸟啊。好，我们把这儿打完，哎，打完我们就赶快往前跑了。这边的话有一个神社啊，就神社是我们最后的神社了。我是比较建议大家怎么呢，一个一个慢慢往前走啊，慢慢往前推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要是第一次没有慢慢往前推进，而是打算直接冲过去的话，我觉得有点麻烦哈，因为前面也有一个封路怪，你很容易被秒杀。咱们先给他上符文啊，因为等打完这一溜以后，我们还要回来重新去一下神社。前面还有一个怪，看这些怪保存在这个培养缸里边啊，等他出来。好，前面还有一个霍金武士封路啊，这个要注意哈，他上来的话
一定会放一下招的啊，他会接手的。给他上符，上好符再打他。啊，把他处理完了以后，我们重新回去啊，重新回咱们的神社拜一下，然后调整一下状态。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一路跑过来了，并不再需要第二次再把路边的怪物打掉了。这边这个路不对啊，我走错了啊，我们就不再绕了。一开始我想上去的啊，其实走那条路不对啊，应该走无名刚刚过来的那条路，左手边那条路才对。好，我们调整好状态直接往前跑就行，这些怪就不需要打了。在这里我们上好符文，好，弟弟准备打怪。哎，我们说他怎么打啊，上来先丢两个符文，丢完两个符文以后我们继续来打他啊，让他出完手以后绕着背后打，背后的伤害比较高。哎，躲开啊，打到这个状态他就要进入长按了，然后在长按状态里面我们要使用妖怪技把他打出来。为什么长按使用妖怪技呢？因为在长按里边那个救急的猴子会来帮我们哈，所以说就等于我们在同时放了两个妖怪技，这样就容易快速把它打出长按。好，我们继续腰反，好，他又进入长按了，继续打。好，把它打出来，打出来以后我们用妖怪化主角啊，离原件给他上符文，接下来他就要死了。好，我们就平 A， 平 A 到死啊，很简单。帅啊，太帅了。这个绿色的装备就是我们二周目的装备了啊，二周目好像还有一个橙色的啊，这些我们就不细说了。我们的手残攻略到这儿也就正式结束了，毕竟我们是一周目的手残啊，二周目我相信大家都不手残了。我是狗哥啊，我们以后再见了，对，下一个游戏再见了，拜拜。
危なかったな。もう少しで。ロミオ、すまんな。お前も来てくれたのか。But isn't Hideyoshi a traitor and a... Looks like you're off the mark. 藤吉郎、人に戻ったのね。ああ、すっかり。長い間、面倒かけたな。で、あやかしになったご気分は？体はどこもおかしくない？そいつはこっちに聞いてくれよ。なあ、ヒデノジ。戻ったか。梅雨と落ち、梅雨と消えにし我が身か。なにわのこと、夢のまた夢。どうせ行くとこないんでしょ。来れば。